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社区好新闻，我是罗少君。接下来透过镜头一块来关心街头巷弄的温馨大小事。抢攻暑假旅游商机，高捷公司继米奇列车开进高雄后，紧接着呢是跟知名的插画家马克合作，推出马克带你吃遍高雄活动，搜罗捷运各站员工推荐的私房美食名单，整理出152家在地餐饮人气名店，可以说是比拟美食米麒麟，有主食、甜点、伴手礼，一次满足旅客需求。是什么可口美食让高雄市议员陈丽娜和观光局长潘恒旭赞不绝口？特别是在捷运美丽岛站光之穹顶下，大啖美食别有一番风味。都是这个在地，就是你只要一下捷运站，1000公尺以内的范围内，你就可以找到一些比米其林餐厅还要棒的这个美食，而且呢是平价的美食，然后所以大家可以来高雄搭捷运吃美食，然后有一些新的发现。高雄捷运今年暑假大手笔，给游客惊喜一波接着一波，继迪士尼巨星米奇列车后，紧接着请到台湾图文插画家马克陪你吃美食，结合高捷各站员工费时半年明察暗访，把高捷沿线口袋私房美食152间好店名单一次大公开。马克在这几年也发展不只是在台湾，在华人圈，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都有非常多的读者跟他的粉丝，那我们也希望在这次的机会里面，让这些高雄的特色名店，不止让高雄的年轻人能够更深入的认识，还有全省的年轻人能够更深入的认识。那我们希望透过我们的超人气的马克，跟我们高雄的捷运美食这么多的店家，帮我们的暑假再带来新一波、冲一波，最好的观光人潮跟高峰。高捷进一步指出，能获得马克相挺，游乐多了一剂观光强心针。尤其高雄市观光局致力推动观光，让高捷直接受惠。今年1月到5月运量比去年同期成长8%，每个月约增加10000人次。高雄捷运从今年1月到5月的这个运量，特别是在观光客的部分，我们成长大概8%，就总运量的8%，也就是说一天大概有超过跟我们去年比起来有10000人次的这个观光客在搭乘高雄捷运，所以这个10000人次能够带动我们附近商家，我相信也是有很可观的一个经济上的一个效益。马克笔下的经典人物化成4款美食手册，分为主餐、小吃、咖啡、甜点及伴手礼，搭配有高捷24及48小时卡、迷你美食指南、米其林，让旅客能随着马克脚步搭捷运追美食，疗愈上班心灵，省下荷包也多点生活小确幸。社区好新闻，李佳龙、罗少君采访报道。为了提供高雄市民丰富多元的终身学习资源，教育局将高雄市原本5所社区大学扩增到7所，在楠梓、燕巢、仁武大社跟桥头5个行政区新设北高雄社区大学，并且呢是在楠梓区的后进国小举行揭牌典礼，各学校都有不同的学习发展主轴。倒数声中，北高雄社区大学在后进国小举行揭牌启用，由高雄市教育局主办、台湾环境教育学会承办的北高雄社区大学，将提供高雄市民丰富多元的终身学习资源。启用典礼上，社大讲师带领学员表演热闹开场，感受十足律动活力。应该算所谓的第7所社区大学，从108年开始，我们又增设了2所社大。那主要当然会希望说，这个学区重新划分了之后，可以服务更多的一些在地的居民。让我们在这个社区大学全面学习的过程呢，包括我们整个的人文历史的保留，甚至于我们这个区块更重要的环境。好，大家对整个环境的要求是一直往上走的哈。那如果能够在这边用这种方式让大家来体会每一个地方更重要我们需要的，我觉得对我们大家来讲是一个很棒很棒的一个环境。北高雄社区大学学区涵盖楠梓、燕巢、仁武大社、桥头等行政区，台湾环境教育学会在公开评选后取得经营权，以楠梓后进国小为本部，期许建构一所公民都能参与的行动大学。我跟在地的扎根，还有透过真正能够行动，公民行动，这样才是我们想成立社大最想要做的一个理想。
那所以我们在这里进驻在后进这边，因为后进过去的历史非常的精彩，它还是有非常丰厚的这个人文，还有对环境，还有各种这个其实历史上也是很有名的地方。接地气的经营理念，融合后进地区深厚文化历史，北社大推出100多门课程，提供市民选择参与。我们希望大家更了解后进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启动了后进地方学。那后进地方学是由一群老师啊，是一个师资群的角度呢。透过各个专长呢，去连接在地不同的特色，有文化的啦，当然也有反武清的抗争的这样的性质的存在。那更多的就是我们接下来连接在一起的老树，对老树的关怀。有后进丰富的文化背景做底蕴，环境教育成为北社大重要定位。在5月上旬已经启动老树调查研究，也陆续办理绿色生活系列论坛，让民众深度了解自己的家园，才有机会持续发展新的地方知识。社区好新闻，李佳龙、罗少君采访报道。有听说过进驻在校园里的社区关怀站吗？前镇国小里就有将荒废10年的老旧厨房活化再利用，变身成为长辈最爱来上课的空间。不仅中午的共餐菜色美味又健康，学校跟社区结合也举办许多活动，老幼共学，为学校注入不同活力。关怀站的外墙会上缤纷色彩，踏进里面，一群银发族十分投入在健康运动里，甚至连92岁的长辈也活力不减，全力跟着左右邻居一起动起来。但特别的是，这处关怀站可是位在校园里，前身还是一个荒废已久的厨房。整个学校的资源盘点了之后，发现这里居然有一个闲置的空间，但是里头又堆满了杂物哈。所以我就一直在思考如何能够把这个空间活化，所以刚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跟正阳发展协会做了一个合作，那也慢慢的经过6年的时间哈，才可以看到目前这样一个社区关怀据点的一个设置。把闲置空间活化变身成社区据点，过程中花费不少心力，但营造出了环境不仅让长辈很满意，每天上课准备的共餐菜色更是健康又美味。我们目前有菜园，我们所有的菜大部分给长辈吃的都是我们自己种的我们的厨师都是5位连班，每天都是一位厨师，都是有经过社会局来品核。给吼，阮家彭叔兄弟这姊妹，大家都足好气的。中岛煮的菜有好食。真好食，人济足好食。近40位长者的年龄总和起来超过1000岁的小学堂，为校园注入不一样的活力，也是学校与社区结合良好的示范场域。正阳社区关怀站。社区好新闻，张世明、萧雅欣采访报道。毒害威胁大，因为毒品而赔上青春的事件时有耳闻。为了让教育资源匮乏的偏乡孩童建构拒绝毒品的决心，高师大跟台湾无毒世界协会携手举办反毒学习营，透过寓教于乐的宣导活动，将反毒观念向下扎根。毒品走私手法日新月异，因毒害而赔上青春的事件时有耳闻。为了建构孩童辨识及拒绝毒品的决心，高师大和台湾无毒世界协会携手举办偏乡圆梦反毒学习营，邀请学习资源较缺乏的偏乡孩童一同参与，让反毒教育向下扎根。那么只要我们能够让偏乡的小孩子能够拒绝毒品的诱惑，然后产生自觉力，那么他将来必然可以快乐学习，那么产生创造力。
屏东县牡丹国中合唱团带来的天籁之声，象征着孩童的纯真。台湾无毒世界协会理事长表示，孩童的未来有无限可能，尽力去追梦，只要有目标，他们就不会沾染毒品。那因为我在偏乡做反毒宣导活动的过程呢，有深深的感受，就是偏乡的孩子非常天真无邪，他们就像一张白纸一样，所以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他们欠缺的就是知识啊，他们的资源不足，所以我们应该要补充给他更多的知识，让他了解了之后有正确的知识，他就能够判断，然后自觉产生自觉力，可以拒毒。反毒学习营透过寓教于乐的方式，编排多元有趣的反毒教育课程，将反毒观念向下扎根，让下一代可以安心健康朝着梦想前进。社区好新闻，张世明、萧雅欣采访报道。社区里的温馨故事、励志人物、区里花絮、社区营造，所有社区里的大小事都在社区好新闻。继续来关心社区好新闻，带给大家哪些好新闻？为了引发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高雄市教育局首度开办双语夏令营，由外籍老师带领学生学习各种才艺课程，并且融入英语的情境教学，像是游泳、帆船和布袋戏等课程，参与的学生都很有兴趣，希望增进英语能力后能环游世界。Keel through here, the boat will it'll stop it from rocking, right?在爱河畔，学生围着帆船，听着外籍老师用英语解说帆船的构造、如何操帆，以及穿上救生衣等安全措施。有实体物件在眼前，学生学习英语感觉更真实，没有距离。就很开心，可以跟外师一起学习，然后就学到很多平常没有听过的英文单字，那些就是帆船专有名词。跟外师一起学习很开心，然后就是。可以学一些帆船的比较不知道的单字。接着换上泳衣要上游泳课，外籍老师也用英语解说暖身操的动作，以及自由式、蝶式等游泳招式。边学游泳也边学英语，相当有趣。学生能够把所学在活动的场景中能够实际的应用，实战就是最好的应用，让学生知道在不同的状况能够如何的使用英文，那提升他英文的使用的能力。市府教育局将在暑假期间推出双语夏令营，将英语结合游泳、帆船等课程，而盐城国中刚好能提供这样多元的学习环境，让学生体验生动活泼的英语学习活动。说我们盐城国中的设计跟校舍都是相当的新颖，而且我们的理念也相当的独特。那在这边我们有帆船，那我们也有图书馆，我们也有新的会议室，我们也有游泳池，所以这五天的活动都是在我们盐城国中举办，让学生能够就近在人文方面、在设备方面，还有在校舍方面，都使用最新的设备跟最好的利用。高雄放暑假双语夏令营于7月1号到5号在盐城国中展开，课程由外籍老师全英语教授，国小5、6年级以及国中1、2年级的全国学生都可以报名参加，名额只有80个。社区好新闻，吴秉源、赖昌邦采访报道。要怎么让小朋友认识空气污染呢？中山大学开发一套桌游以及 VR 教具，并且呢是跟太平国小合作，透过游戏体验让学生了解空气污染，并且反思造成空气污染的原因，以及如何守护自己的健康。不仅深化学习，也将空污防治观念向下扎根。执起骰子玩起游戏，赢的人就可以为自己的角色抽选一张牌来决定空气污染要增加还是减少。而空污牌从黄色到红色，每张卡都代表不同的污染程度。这是由中山大学研发并与太平国小合作来引导学生反思空污议题的教具。这一组那个空污的桌游，其实它有三个角色，就是主要是公民、政府和空污大魔王，也就是说其实就是分布在我们生活中对于空污的一些影响或大或小一些角色。那因为每一个角色其实都有时候会做有利于环境改善的事情，但是有时候会破坏我们的环境，很多时候是两难的。所以其实在现实中生活中要怎么去做一个
调整或做一个选择，我觉得对于孩子会是一个非常立即而且非常贴近现实的一个考验。透过大富翁方式及游戏中扮演的角色，了解公民、政府或企业三方的何种行为会造成空屋。比起课堂上单纯讲解，游戏体验的学习方式更能让学生反思了解。我担任的是空屋大魔王，游戏结果我们输了。玩这个游戏，我们学到就是这个空污对人体很不好，所以我们如果要改善的话，就可以用空气清新机来改善。另外，像是这款 VR， 则是透过虚拟实境，让孩童了解 PM2.5 中包含了什么物质，进到人体里又会造成什么危害。觉得哪里最好？进入鼻腔的时候。那你刚刚有看到什么？PM2.5 有包括汽车的黑烟跟海浪。透过桌游和 VR， 不仅增加学生的求知欲望，也能深化学习，让空污防治观念从小扎根，守护自己的健康。社区好新闻，林廷阳、萧雅欣采访报道。根据高雄市生命协会统计，一年20000多通的求助电话当中，有越来越多的照顾者面临体力与精神，以及接踵而来的经济压力，产生自杀念头。为了不让社会悲歌一再上演，生命协会主动出击，透过家庭照顾者陪心计划，主动倾听心声，减轻照顾者的内心压力。高龄化社会来临，老老照顾比例不断攀升，面临体力与精神及接踵而来的经济压力，常让照顾者喘不过气，绝望自杀的念头往往就在一瞬间引爆。其实他从他有这个压力的意念，一直到他采取自杀的行动，其实只要5分钟的时间，就可能产生这样的一个危险的一个行为。所以我们希望在这里呼吁，让更多的人来重视家庭照顾者，他并不轻松。一年20000多通的求助电话，高雄市生命协会发现，有越来越多照顾者和被照顾者家庭支撑面临崩解，也让生命协会决定推动家庭照顾者陪心计划，主动出击。照顾者、被照顾者，让照顾者去支撑他们，到说我们觉得照顾者也需要很大的支撑力量，所以我觉得我们生命线，因为我们长时间的从事心理方面的辅导工作，觉得在这方面应该可以有一些可以施得到力量的地方。记者会上，社工专家指出，其实只要懂得倾听，你我都有疏解照顾者辛苦的能力，不过前提是别急着打断，也别一昧的给予建议。可是现在很担心的是，每次这些人要跟人家讲，才讲没两句话，大家就给那一堆建议，或让他不要胡思乱想，这才是问题。其实我们不需要给任何建议，只要愿意听，然后愿意让他讲，他每次讲的时候就会整理，那这样我们就会协助他，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简单我们都可以做到，然后试着帮助旁边的人的一个方法。根据家庭照顾者关怀协会统计，一年有超过50起的照顾者悲剧新闻，平均一个星期就有一个辛苦的家庭照顾者撑不下去。从认识照顾者，听见照顾者心声，再透过专业支持巩固家人之间正向关系，相信都能让照顾者的生活看见曙光。社区好新闻，王思武、罗少君采访报道。掌握黄金3分钟，就可能抢救一条宝贵生命，当中可能还需要仪器来协助。日前呢，消防局各分配一台自动心肺复苏机，尤其在偏远郊区或者是山区，送医路途长时更能派上用场。连上吸盘，按下按钮，心肺复苏机开始进行急救，来回稳定按压患者，取代传统人力，大幅提升救活率。你用人工去压的话，它的效果就没有那么好。那 CPR 效果不好呢，对患者的预后可能就不是那么的理想。那现在有自动 CPR 机的介入，那一来可以节省我们的人力，那二来呢，它 CPR 的品质也会提升。所以对患者的预后都是相当好的。跑步运动到一半，人忽然倒下，心脏停止跳动，这种危急时刻最需要的就是 CPR 心肺复苏术。双臂伸直，手掌交叠，一手紧贴患者胸口，每分钟至少得按压100次。人工 CPR 才施作没多久，消防员的额头就全是汗。在第5到6个循环之后，基本上那他的按压的效率就比较不好。对，那基本上这个时候5到6个循环之后，就建议有另外一名
来换手。消防人员表示，人力救援会因为车程摇晃或是力气耗尽而产生中断，比起人工救援，机器上头的吸盘可以拉起胸壁，帮助动脉回血率增加，而且有固定器绑定，运作频率也较为稳定。在我们送医的过程中，车子在行驶会晃动，如果要靠我们人力去压的话，它可能按压的位置跟速率深度都不是那么理想。那如果在送医的过程中由我们的机器做介入，用机器去压的话，那它品质就会比我们人力还要好很多。目前高雄市消防局各分队都配有一台自动心肺复苏机，尤其在偏远郊区或山区，送医路途长时更能派上用场，协助救回宝贵生命。社区好新闻，李佳龙、罗少君采访报道。捐血可以助人，而如果可以鼓励更多人来捐血，就可以帮助更多的人。洪家三兄弟就是在大哥的带领之下，三个人呢是累积创下捐血2500次的记录，捐血年资也超过83年。三个人现在都身体强壮，也证明捐血会让人越捐越健康。洪家三兄弟展现开朗笑容和精壮体态，三个人都是快乐的捐血人。首先带同捐血的是大哥洪清泉，因为要帮助住院的同学妈妈而开始加入捐血人的行列。他母亲住院，然后他有需要用到血，然后就找我们一群同学去捐血，然后就是展开我的捐血的开端。开始捐血之后，让洪家大哥意识到身体健康的重要，也鼓励同事和两个弟弟一起加入捐血，让捐血成为一种习惯。三兄弟的捐血年资已经超过83年，累计捐血次数有2500次。我弟弟目前是1000多次，我现在是目前是1477次。既可以帮助别人，对身体也有好处。同事都会说：“你去哪里捐的？啊，可不可以带我们去？”这样子，捐血救人。我们非常感谢他们。为了鼓励更多人捐血，高雄捐血中心举办捐血绩优表扬大会，感谢他们捐出热血。不过在少子化的趋势下，也担心捐血年龄会出现断层，因此还是鼓励更多人捐血。60岁以上、65岁以上的人口所需要的输血量是远远大于60岁以下的，所以我们的人口，年轻人口越来越少。所以我们要未雨绸缪，希望能够10年后不要缺血，所以我们从现在就要开始捐到不能捐为止，捐到戒龄为止，帮助人没有终点。台湾推广捐血多年下来，缔造了2008年全球捐血率最高的纪录。台湾血液基金会希望大家抱着独捐捐不如众捐捐的精神，大家求救来捐血，欢迎加入捐血行列。社区好新闻，张世明、赖昌邦采访报道。以上是今天的社区好新闻，感谢您的收看，也祝福观众朋友天天都有好心情。我是罗少君，我们下次再会。木头是一种会呼吸、有记忆的材质。我们在老屋拆除下来的木料中，寻找属于记忆的独特纹理，透过年轻的双手，连接起过去与现在的心，看见在地人的心。千年港都有线电视与您一起用心。最高啊，那亲像伫咧过生活，简简单单，一点嘛袂复杂。不过，那是有用心。同样也会做出让人感动的好滋味。看见在地人的心，千年港都有线电视与您一起用心。自从接下爸爸的牧场，我不断尝试各种方法让更多人接受羊奶。
我相信只要坚持，一定可以让大家都敢尝试这最在地的好滋味。看见在地人的心，青年港都有线电视与您一起用心。要将一块平凡的茶壶刻出一身红啊，就必须要用心看、细腻做，每一个动作拢袂当停顿，才会当做出有灵魂的作品。这就是阮用心的态度。看见在地人的心，青年港都有线电视与您一起用心。看到了吗？青年港都有线电视与您一起看见高雄。高雄的经济，我们一起来打拼；庶民的生活，我们一起来关心；城市的建设，我们一起来监督。每周二晚间九点，在第四频道的高雄现场，等你来call in。因为有你，使城市充满快乐、希望和幸福感。让我们给您按个赞。社区里的温馨故事、励志人物、区里花絮、社区营造，所有社区里的大小事都在社区好新闻。木头是一种会呼吸、有记忆的材质。我们在老屋拆除下来的木料中，寻找属于记忆的独特纹理，透过年轻的双手连接。